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颂文。我觉得做演员就像绿植一样，要把根扎到最深的地方，去吸收更多的养分。做文化传播平台也是一样，汇集更多的精品，与更多的网友同频共振。4月18日，让我们相聚瑞世界，用眼用心去看新世界，去感受新物种，去成为每一个主角。期待瑞世界风华正茂，开枝散叶。瑞世界传播新物种，文化新平台。